我哋今日咧就嚟为大家介绍呢一种胶纸。咁佢咧就摸落去啦，个手感同埋个厚度咧就同普通嘅纸都差唔多嘅。但系佢有个特别之处，就系佢可以防水防油。我哋而家就即刻嚟为大家做个实验睇睇。呢种名叫 hydro print 嘅纸咧。它其實就是一種塑膠的物料的，所以它就可以淋完水都不會變成一株梅菜的。你看看，給個 close up 大家看看，是不是跟我發生事一樣呢？ Amazing！ 它還可以用數碼打印機，好像普通紙一樣 print 出來的，多方便呢？是不是很想要呢？